我一身古铜色嘅肌肤就知道我中意水上活动啦。咁啊，咁多种里边我最中意就 wakeboard 嘅。咁啊，所以今日请嚟教练阿伟雄你好。大家好。系啊，咁啊，其实咧 wakeboard 我识少少咁多多啦，但系其实即系好难玩咁嘅好似。诶，都唔系啊，好易嘅啫，基本上。嗯。有咩技巧呢？技巧最重要就是你要唔好同佢船斗力啦，同埋个人放松啲啦，同埋最紧要嘅系听教练嘅指导啦。点样先至能够系顺咁样上到水？顺咁上到水就都系最主要就系尽量唔好同佢船斗力，同埋系要你行到直线。因为好多人就系因为块板起水之前系打横噶嘛，咁你上咗就要拣你只左脚或者右脚行先，你先能行到直线。咁有啲咩裝備㗎？裝備最重要嘅係著救生衣啦，因為你識唔識游水，你都要著救生衣，因為有時搭咗落嚟或者暈咗，你起碼都浮個人喺船下，或者手套啊，如果你手皮薄啲嘅，可以戴對手套咧，揸個 handle 就會舒服啲啦嚇。咁而家基本上咧就係叫做準備好啦。係啦，冇錯，揸、okay, 塊板，揸塊板就 OK 嘅。塊板點樣著啦 ？OK 嗱，塊板咧，一般人一定要落洗潔精啦，因為係都幾緊嘅。因為如果唔緊咧，就好易扭親只腳。呢度擠少洗潔精落去啦，咁樣啦。係。因為咁樣。我知係擠喺呢個位置。係啦，易啲線入去咧，只腳會係啦。呢個位置。擠喺呢度咁樣。OK。跟住。但係唔好擠咁多係咪啊？太多只腳會跣咯。只腳咪好乾淨咯，成日俾洗潔精咁洗法。OK。咁啊，可以 ready 噶啦，落得水噶啦。咁你示范先啦，教练。好，冇问题。OK，Go Go Go，Yeah！